2010年4月18号，这是迄、那个993庄，那晚上大概7:35，已经很晚了。然后这样，叫人咧唱歌，弹吉他。我也是没有听过别人说我很年轻，表示说我不太纯洁，我是在单纯，简单又愚蠢，没有，简单又愚蠢呢，哎，而且就不能说单纯呢，就在说简单又愚蠢呢，现在讲纯洁，对，哎，纯洁啊，卫生纸，跟五味花是并排的，不开花的。我听过这个，你拢真正老啊！什么歌？我不晓得啊，我唔知歌名，我有听过啊。我的年代歌。你们上个年代，从你们年代那个游客中心走到登山口要19公里，然后登山口走到993庄又要4公里，大概还要走3.5小时。啊，19公里要走5个小时。是993庄的厨房。阿妹有班长。我可以报名吗？香天小路来。阿舅，阮食暗淡的所在。你卖听过了？你做他少校吼，你下单点迄个石头啊，哈尔，你袂用点做我这里面。不，这是适合大众。还是适合。等下，你有翻到我的？因为今天是那个卓浪小路上来。没有，刚翻到的就。我翻到在场了。12点，第12点，你让前。